小伙伴们注意看，在蛋仔岛的外侧出现了四条诡异的环岛公路，这四条公路的颜色分别是黑色、蓝色、黄色和粉色。那么这四条环岛公路究竟是谁把它修建在蛋仔岛的？小伙伴们，你们难道不好奇修公路的人究竟是谁吗？众所周知，蛋仔岛更新了，在蛋仔岛的外围出现了环岛公路。如果你见过这四条环岛公路，那么请点一个赞。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我们发现环岛公路的起点放置了一辆黄金赛车，并且在黄金赛车的前方环岛公路上是有蛋仔简笔画的。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蛋仔头上还长着小啾啾，并且在环岛公路的终点，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起点相同的蛋仔的简笔画。所以很显然，这四个蛋仔的简笔画就是用来纪念修建这条环岛公路的蛋仔的。对了，小伙伴们，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因为我设置了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不信你可以试试。Later. 那么这四条环岛公路究竟是谁把它修出来的？今天我和学姐在蛋仔岛找到了修公路的蛋仔，其实就是蛋仔派对四小只。你们看，四小只有四种颜色，分别是小粉蛋、小黄蛋、小蓝蛋和小黑蛋，而它们四种的颜色刚好对应着跑道四种颜色。外侧粉色跑道和黄色跑道对应着小粉蛋和小黄蛋，内侧的蓝色跑道和黑色跑道对应着小蓝蛋和小黑蛋。所以说，蛋仔岛外侧出现的这四条环岛公路就是蛋仔派对四小只把它们修建成功的。小伙伴们，你们知道了吗？